从恋爱走向婚姻，它是一个瓜熟蒂落、水到渠成的过程，它是逼不得、催不得的。你今年也只有26岁，而且更让我疑惑的是，这位女生她在物质上没有任何的要求，而男生呢，偏偏要创造物质条件，然后来满足她。我们看到女生似乎有点咄咄逼人，甚至有点无理取闹，但我们能读到你内心的这一种缺乏安全感。其实你比我们谁都明白，你为什么要逼她，除了爱她，你也怕失去她，对吧？对。男生刚才口口声声说你和前女友一刀两断，但是3年的聊天记录等到现女友发现以后才删除。爱情当中我认为最忌讳的是有一件事情，幻想着两个人的未来，却都惦记着对方的过去。很显然你惦记着男友的过去，而男友呢，他也牢记着自己的过去。你和前女友断了我信，但是在情感上，在内心有没有彻底淡，你比谁都明白。如果他逼迫当中走进了婚姻，你们的婚姻是存在着风险的。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，你的模棱两可换不来他的认同，他会更加的咄咄逼人。所以我认为今天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合和平台，说说清楚。如果说他犹豫，那就分手，分手可能对双方也是一种解脱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包红兄。你看你俩的状态，一上来这边都炸了锅了，那边稳如泰山啊，是啊，就是那个拳头砸在棉花上特别让人可恨。他可能只是用语言表达和他那种情绪会让大家觉得这个女孩是疯了，但你知道他生气的那个点是你没有回应。什么时候去不知道啊，你再等我一年。结婚要做准备的，首先咱们为了结婚要先去见双方的家长，提亲也好，拍婚纱照也好，订酒席也好，订婚纱礼服也好，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奔着这个结婚去的。我们有这些行动和准备是证明你要娶她的，而不是一个字儿娶。所以对你来说你压根儿就不想娶，你就别说娶。你告诉我1年之后就结婚，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开始订酒店了？你有这方面的行动和准备吗？我们压根儿就没有，所以就不要告诉他说我要娶你。姑娘，就是你现在把自己逼成一个什么境地啊，就是你说结婚跟买衣服似的，你让结婚这件本来很神圣的事儿变得一点都不神圣了，然后人家也不把这个当回事儿了。反正我就是现在你让我结，我结不了，你让我做准备我也准备不了，你就是要一时间嘛，我给你时间。而且你真的想嫁给他吗？他就明天跟你说走咱俩领证去，你去吗？我去啊。你去啊？我去。你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吧，一个忘不了前女友的人你跟他结婚啊？你这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嫁给他是吗？你明明知道他不想娶你，你明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你就在跟自己较劲儿。你较的这个劲儿是好胜心和不甘心，你觉得拿自己一生的幸福去较这个劲儿，最后你较赢了，你赢的是什么？你赢了这个劲儿了，你输了你自己的一辈子，值吗？所以你想清楚想明白这个问题，喜欢是喜欢，真的爱吗？你如果真的爱他，你天天把一个男人逼成这样，你不心疼吗？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啊，祝你们各自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沙达老师。我想聊一下关于成年人的情绪控制的问题。